本宫听闻人之将死的时候会见到他最想见的人，你在等这一刻。本宫对韩琦也很好奇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让你如此念念不忘。你和那个皇帝是不会懂的，那是少年时的相知相许，相伴相惜。你若说的这些本宫便懂了，本宫也有曾经年少的相知相许。真的，只是本宫如今担心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个世上就再没有人记得韩琦的好了。神佛在上，朕诚心斋戒，以求大清国运昌隆。二则，人生在世多年，朕见了想要纵情恣意，放任一回自己情感的相见。但求上天怜悯，赐他在朕身边，再不分离。我喜欢韩琦的时候16岁，他18岁。他的眼睛特别的明亮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。他带着我骑马放牧，带我去看最美丽的沙枣花。他吹着口弦伴我起舞，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你可知道，我们是真心相许的，我们一起盟誓，彼此钟情，就想在草原上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们韩部的人，只要发过了誓，就绝对不会反悔的。真好。可惜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就不会遇到雪崩，他也不会。谁都不知道韩琦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韩琦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为他伤心难过、追思悼念，都是应当的情分。只是你一直陷在自责里，若韩琦有知，也会于心不忍的。如若你再为了他绝食离世，他会安息吗？本宫觉得，以韩琦对你的情谊，他定希望你珍惜性命，好好活下去。更何况你还有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你应该知道你是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指望。从韩琦死了的时候，我就心灰意冷，便没有了指望。我怎么还能成为别人的指望呢？逝者已不可追，你若还珍重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就该好好活下去，哪怕远远地守护他们，看他们过得比从前更好。除非他们对你来说并无所谓。他们对我来说怎会无所谓？只是我怕我做不到。只要你断了求死之心，肯活下去，就能做到。啊。
喝一口参汤，这样才有精神。为了你阿爹、你的族人，还有韩琦，喝一口。再喝一口。娘娘，出了承乾宫，您就魂不守舍。您在想什么？听相见说对韩琦的感情，本宫知道，终于有一个人在这个宫里，有过和本宫一样的心意。您说什么？他俩的年少情深。像极了当初皇上和本宫。娘娘是看见韩主太感触了。相见对失去韩琦的心痛欲绝让本宫恍惚。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年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下降如何了？微臣去看过了，韩主已经恢复了意识，虽然极少和人言语，但气色好了很多。皇后做得极好，朕心甚慰。那相见脸上的伤快好了，已无大碍。好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娘娘，色。皇后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请皇后娘娘万安，请尹妃娘娘安。什么事儿？今日午后，皇上请和宫女眷往宝月楼赏金钟景致。太后去吗？太后一心向佛，对登高之事一心阑珊。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最近喜怒无常，咱们还是不要扫了他的兴致吧。这楼什么时候盖的？太奇怪了，怎么平白无故就建了这么一栋楼啊？这宝月楼美轮美奂的，皇上让我们来赏美景，也不知一会儿会带我们去何处赏。你说怎么能进去呢？皇后娘娘到。看来从那里看，真的没错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诸位主，请吧。皇上在楼上。皇上还未到呢。咱们先上去吧。
这宝月楼看起来都是韩部的纹饰，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？他不是有承乾宫了吗？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？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？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儿请安。玉壶姑姑，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，那皇上怎么没来啊？皇上尚有要事。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，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。除了宝月楼，皇上还在宫外与宝月楼遥遥相对处建了祈福寺。皇上也太偏疼韩氏了。各位主儿，请随奴婢来。各位主儿们，请看，那就是祈福寺。韩主，这祈福寺是皇上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，您还喜欢吗？韩部地处偏僻，皇上已令您不忠，老幼妇孺移住京城街巷，与祈福寺相对。今日皇上还安排他们进了宫，您愿意见一见吗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玉壶姑姑，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。妹妹呀，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是。进中，快请韩部族人。各位快请。哎呀，走走走。乡亲乡亲，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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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你娘家，我太想你了，公主。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么多老老少少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怎得如此厚待韩部，让这么多人进宫？相见公主，皇上待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建了祈福寺，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，安顿年老的婆婆，还给我们看病呢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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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主，是啊，公主。皇上对所有的子民都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我故意做作？皇上怎穿的韩部的服饰？皇上给皇上请安。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，小姐，见到族人高兴吗？你为何穿成了我韩部男儿的模样？既然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，不愿意改变你的装束，那朕就为你变成韩部男儿。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为荣贵人，居宝月楼。皇上万岁万岁，荣贵人大喜大喜啊。朕叫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，在宫中所有人都要容得下荣贵人，与她和睦相处，别再闹出什么和宫求见之事了。臣妾知道，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荣贵人，愿荣贵人与皇上两心相许，珍重到老。皇上，荣贵人已经见过他的族人了，不如让他们回去吧。
也好，金钟啊，好好的奖赏韩部族人，好生送他们出去。这，相见公主，如今看到大清皇上这样待您好，待咱们韩部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这下太好了。好，好，小姐，你看。 朕接来的这些人里，没有一个壮丁，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该留在韩部振兴家园，而这些老弱妇孺经不起边陲风烟，需要好生照顾。朕会把他们全部接来京城，好好的照顾他们。或许你是真的爱惜我，可也在要挟我。我再也不能妄想离开这里，至死也不能。 对不对？哼！皇上，这宝月楼的风光，臣妾等已经鉴赏过了，臣妾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 皇上，臣妾伺候您更衣吧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也好，相见啊，你也累了，你先下楼等着朕，好好歇一歇啊。